把你们所有的女装都拿出来给他试一下。好的。顾总，连一件满意的都没有吗？你这两年男装设计做的太多了。顾总，这边都是我徒弟设计的，可能更入不了您的眼。就这件吧，拿给他试一下。好的。好看，特别特别好看，没想到我们顾总啊眼光这么好，跟你挑的这款衣服刚刚好合身。勉强能看。等一下，转过去，你的拉链，我的手刚刚够不着。